个月之后，台北出现保险箱大盗以极快手法偷窃银行保险箱。这一次一定弄得那些警察鸡飞狗跳了吧？虽然小黑懂得推敲人性心理，但是却没发现自己的心理变化。多次成功之后，心里就有一股向更高难度挑战的欲望。他开始组织一个窃盗集团。兄弟们，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台北的智爽商场。好，商场里有什么好偷的？哎，当然有。里面啊，至少有十几家珠宝店，我们呢就一家一家去偷。每一家珠宝店的保险箱都不一样，是要怎么偷啊？在这世上，没有我打不开的锁。凌晨时分，智爽商场门外几辆小货车出现，十多名戴着头套的人下车，动作快一点。不到五分钟，歹徒已经控制了警卫室，并且关掉所有的监视器。小黑打开一家又一家珠宝行的保险箱，赶快把东西搬走，我们半小时之内要闪人。好，其他人跟我到第二家。所有的保险箱都难不倒小黑的开锁技术。25分钟之后，注意，全部停手，现在立刻撤退。动作快一点。隔天，商场珠宝店连环被劫，疑似保险箱大盗所为。